蒜，一只原味，谢谢。我最后一口，红豆干也很好吃哎。哇，荷叶蛋豆干哦，马告就是马告是一种山上的野生植物，它是柠檬香不会辣。哦，对。这边特有的吗？这边，海拔大概800至1500中间的都有，像乌来啊，然后那边有蒜，那个什么，宜兰那边有个马告国家公园。哦，绍兴山，现在目前剩下绍兴那位哦，可以吗？所以这是还蛮有，没有是山上的一种植物叫马告。哦，原住民来要香肠吗？荷叶蛋夹心豆干哦，原住民就是住在那个海拔里面。是马告是一种香料，对，一种野生植物柠檬香不会辣，某种香料植物。哦，长知识了，好贴心哦，都会附蒜头哎。人家说我吃肉不吃蒜，香味少一半。对啊，夜市都没有附上蒜头。哦，前一阵子蒜头贵得要死哦，一斤都100多，现在最近比较便宜。要不要试试看看？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现在我们要来品尝香肠了，我们买了一条原味跟一条马告，哪个是哪个啊？完蛋了！哦，我知道了，切的有痕迹的就是马告，因为它有切。这个是原味香肠，这是马告香肠有切痕的，那我要吃吃看原味。两个都40块，可是显然马告好像差不多大。好，那原味香肠给你。有特别的味道吗？而且里面有蒜头，有淡淡的柠檬香。我们来比较看看。来，你试试看。蛮明显的那个柠檬的味道。哦，我不喜欢马告。是吗？换回来。总算。要不要吃那边？啊？这里面是饭吗？这个超多种，蒜头、酸菜、小黄瓜。我们买了一个竹筒饭，我第一次吃。部落的竹筒饭，如大家所见，它呢完全是一个竹子，很烫的一根竹子，饭就藏在里面。现在来开吧，很烫哦。我不知道怎么开，很烫很烫，很烫很烫很烫。哦，拿卫生纸包着。超烫的，各位。把这个地方解开。好。然后它会是两片竹子，小心小心，慢慢开，以免它流出来。哦，你现在好美哦。真的吗？你有录吗？有。各位，不良设计。好。这个。轻轻的打开。哦，好油的感觉，然后饭就在这个里面。看一下啊，这个是一半的，我知道。这是一半的，给各位看我的竹筒饭。这个应该是这里，我看到裂缝，但有点太打开喽，打不开。怎么打不开？所谓的竹筒饭，来打开喽！它有一层膜，里面就是饭。对啊，然后超热的，然后它这边有一层膜，可我现在不知道可不可以吃，因为我是第一次吃，感觉超好吃的。试吃一口。它这边有黏一堆。你从这里吃，你从这里吃，试吃一口。黏黏的，很像那个肉粽里面的饭。看一下，你应该先拿起来给大家看那个饭呢。好，好吃吧？觉得怎么样？有竹子味，有竹子香香的味道，是不是？好吃啊！好吃吗？黏黏的。介绍一下我们刚刚的行程。我们刚刚从这里青青草原进来，在这里走一走，然后。走到这个绵羊秀这边看绵羊秀，然后跟绵羊玩了一阵子以后，这样走下来，然后进来这边，走到这里看马术秀场，再来骑马。现在我们走到这个地方观山跳皮，我们等一下出来以后决定从这里
然后进来走高空步道，可以往上走。这也要那个，它有售票，还是要付钱？对啊。然后呢，这里有蒋公铜像，差点以为这里是真的。我们的。